美式足球，你总是要保护啊，四分卫，你不让四分卫随时被人家给吊倒、啊。对，哇，这火锅打得有够大，陈胜翔就是他的这种态度、啊、让技术顾问 Bob Hill 是相当的满意。这两个人好像不在篮球场，有点像在棒球场，被打出去，被擦棒球打中，哎呦，吓了一大跳。